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kuten Girls 的雅涵，很开心这次可以参加谢谢老师的公益歌曲，让我用歌声来表达对老师的爱，谢谢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雅霍。在人生中呢，每个阶段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老师，当然不见得真的是学校的那种老师，你的父母、你的兄弟姐妹、你的同学，当然这之中也包含了我自己。所以我想谢谢在我人生中遇到这些重要的人，他们都是我的老师，谢谢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kuten Girls 子婷。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学生跟我说，老师，我的家人都不支持我跳舞，怎么办？我好想放弃哦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鼓励他说，这是你喜欢的事情，如果你在你喜欢的事情做出了一点成绩给家人看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支持你这个在舞台上面很快乐的样子。虽然我没有一直当老师，但是我在当老师这段期间，让一个学生可以支持自己，然后相信自己做得到他想要做的事情，也让他的家人支持他，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也很欣慰。谢谢老师。因为很多人都现在就会叫我老师，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，像我常常会办一些聚会，就是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就是要努力展现。那他们有给我一些 feedback， 我觉得蛮不错的，就是他们说参加我的聚会就是可以认识更多人，那也让他在人际关系上面都有改善，我觉得这真的蛮不错的，也很开心。教师节快乐。